哇，这套蕾丝的套装啊，穿起来肯定冬暖夏凉啊。这一套是明设计师设计的，特别突出女性。Body。哦。哇，看来这套蕾丝的透气程度不太好啊。嗯。哇哇哇哇哇！什么事啊？爆发星球大战啊！ Apple 啊，我刚才跟你说过的嘛，一个女人要矜持才显得高贵的嘛。你看你现在这个样，像个大妈似的，你不用看到便宜货就自投罗网、飞奔而去的，把 cheap 死了，这样怎么行啊？Miss Mo 啊，是你说要估计一下自己的实际能力，不能把自己宠坏。不错，有些方面呢是要省一点的，但是在有些方面真的是不能省啊。你看看这个开线的，你看看断码的，怎么见人呢？ 这个内在美是穿在里面的，不是外面的，不用见人嘛。见人的时候啊，已经关灯啦。哎呀，这个女人呢，就好像胸围一样的，四肢代表性感，棉质代表温柔，前面扣随便，后面扣呢成熟。像我这种成熟温柔大方的人呢，我可以告诉你们呢，我大部分都是穿后面扣棉质的那种。如果你穿上不合自己的，就会没有自信心了。后果会怎么样呢？你们想象一下啊。 那我穿了适合我的，所以气质啊、自信心啊全出来了，该大大大，该小的小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为了女性的尊严呢，大家千万不要用便宜货。有没有吸收？有，我说完了。有没有前后扣，用丝绒棉，起码接半价的？喂。嗨。嗨。 你去16楼对吧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楼上楼下的，见过一两次面，所以认得你。哦。他叫汤尼玛，39岁，未婚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硕士工程师，曾经盖过上百层的摩天大厦，跟一个国际机场，刚来这栋八楼的城隍里建筑师行上班不到3个月。哇，你批他的命批的还真快啊！ 哦，城隍里的那个阿妹嘛，自己说给我听，我又不想知道。他只是跟你打招呼，你们很熟吗？那倒没有了，上班下班的见过几次面了。哇，如果他肯看我一眼，我肯定晕倒。嗯，这种条件啊，正合时辰八字，好对象啊。哎呀，拜托你们别在这里做梦了。刚才你们都看到了，他只跟我一个人打招呼，为什么呢？ 为什么？因为人呢有分 grade， 你看看我高贵的气质，是不是无形中就展现出来？是不是自然流露吗？啊，怪不得他瞄也不瞄我一眼呢。所以我就叫你们呢，千万别买便宜货嘛。好在刚才你们忍得住啊，已经有进步了，是不是表示我还有希望啊？那我直话直说，你可别怪我，那倒未必了。因为人家住的是半山区嘛，你呢是住在西环尾，就算搭个天桥直接接过去呢，也得要走半天。你想有一点点的机会，起码得先搬到中环喽。 那这会有多少机会啊？有限的是上班时间，一下子也说不了那么多了。你今天晚上到我家来，慢慢聊了。我住湾仔会不会好一点呢？Miss Mo， 我想问你，我怎么样才能和半山区接近一点？你不可能说一步就跨上山顶的嘛？啊，上半山也要慢慢的爬上去的嘛？怎么说呢？你也是在山脚住惯了嘛，慢慢来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就要教你就是走路了。其实走路呢，大家都知道怎么走的，一定要挺胸。 对，收腹，啊，头要抬高啊，一步一步的走，一直线，千万不要内八字或者是外八字。喂，你好僵硬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进去拿本书给你顶在头上再走啊，你等我一下。艾莫，是，是不是？哎，帮我拿罐啤酒吧。啊，我也要。嗯。那，谢谢啊。看了吗？ 广告女明星又如何？我叫她做什么，她就要做什么。喂，女人是用来疼的，不是用来使唤的。你也真笨的，有时候要懂得 say no 吗？我要疼她，是你不让我疼吗 ？Off，进来。是。你说你呀，哪一点像菲佣啊？居然让那些个男人呼来唤去的，你却无所谓。这些小事一向都是我在做啊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 我们现在是21世纪的新女性呢，我们有自尊、有自信，一定要挺起胸膛做人。我们不是洋娃娃，不能任他们摆布啊！我是住在西环尾啊，买衣服要等大减价，读书也比人家差，从小在市场长大，脑筋没有人家好。人家去高级餐厅，我去茶餐厅，想找一点气质出来，装高贵，怎么装啊？
这个就是你没有信心自卑的表现了。哎，怎么说你现在也是个广告明星。哎，是啊，如果我不做那个气不气被非礼的角色，连一点机会也没有啊。听我说，挺胸收腹，抬起头，你看看你挺起胸膛之后呢，线条也挺不错的。虽然呢你买不起一些个高档货，可是 你有的是本钱嘛。可是你的皮肤呢还需要好好的做几次脸才行。不过不要紧，挺起胸膛做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不买便宜货，不吃便宜货，要对自己说我很高贵，我很高贵，这样就行了。可惜你刚才说的那些便宜货我又爱买又爱吃。那你这个样子明天怎么去拍广告啊？是啊，我这样明天怎么去拍广告呢？如果不找个人陪你一起去啊，真是怕你搞不定。哎呀，好人就做到底吧，明天我陪你去了。谢谢你 Miss Mo。喂，你站着干嘛？我有点怕，我怕我不行啊。怎么不行？那一定行的。你要告诉自己，我一定行，不然的话呢，就一辈子的 cheap， 只能够在西环尾望向半山去。OK？ 嗯嗯。哎，你们来了。哎，是啊，帮你们介绍啊。这位是我们这次广告的摄影师 Friendly， 这位是我们的女主角 Apple。 你好，陈小姐，这一次这么夸张找这么多人来陪衬 Apple 啊。Friendly 是一流的摄影师，这些事情呢就由他来决定。 Apple， 我陪你进去换衣服。我先帮你拿化妆箱吧。来这边。 Friendly 是吧？是。这一次的广告不知道需不需要其他的人呢？我想要等 Apple 的相片洗出来才知道。哦、Apple 这个人呐、很沉默，不喜欢说话的，所以你有任何要求的话呢，你告诉我就行了，我很了解他的个性的。OK。 哎 Freddy、是，适配一下。哦，什么事？哎，灯光已经架好了，你要不要试试光线啊？啊，小姐，麻烦你过来一下。我啊？是，是你。哦，好好好，什么事？来来，站在这边。哎呀，对了，拍我啊。那这是拍照的位置。真的啊？哎，你要什么姿势？我平时呢喜欢这个姿势的啊。或者别的姿势也可以的，你说一声我绝对配合你啊。哦，可以了，小姐，我们只是试试光，你可以到旁边去了。谢谢你。试光啊？一张都不拍啊？ Miss Mo， 哎，画好了，好不好看？哎，很好看啊。好了，准备拍照了。好啊。来，准备了啊。不是这样，太硬了吗？你要啊，就是活泼一点了。那这个样子，对，对了，对了，看着镜头，小姐，就这样子。小姐，谢谢你，你可以到旁边去了。我教教他嘛。来 ，Apple， 自然一点啊。来，预备，来。哎，对了，再来一个。对了，你再做这个姿势。那些电视台的女明星呢，开记者招待会呢，最喜欢。对了，稍微含蓄一点。那再来一个啊，你下巴很好看啊。嗯，往上看，高贵一点。对了。再来一个 X 型的， X 型，开放一点，开放一点， X 型。对了，就是这样。毛小姐是吧？你让 Apple 他自己自由发挥好吧。我们希望他活泼，青春开朗。那现在这个姿势也很青春呢、谢谢你，你来到那边坐一下。你需要就叫我啊。谢谢你啊。